我不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关注我，也许是觉得我的视频还能看，也许就是单纯的想跟我交个朋友，再也许就是想看一下一个普通人的成长史。我只是一个网络的过客，以我素为谋片，我按照我的方式更新着我觉得你喜欢看的视频。然而并没有人承认我的改变，以我屏幕相隔，我也感谢你的一路陪伴。我想告诉所有的听众，只有自己足够优秀，才能骄傲地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感谢收听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关注我，也许是觉得我的视频还能看，也许